你能直接上书，嫁与我吗？石新郎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都得不到的。 你就不能相信我，不再逼我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来见我？是，一切事如你所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我知道欺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肯定很难过，所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是啊，那是他结发妻子。 那是东宫，是储君之位，所以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的。所以我才不要那个位子。自幼我就知道那是个牢笼，难道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生在这牢笼之中吗？是，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，你也会这么说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这个位子争得自相残杀吗？但你是天子的儿子。 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。 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也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？不再逼我给我一点时间吗？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